嘴大不调啊，看着实在是心里呢很着急哦。这样的同样在我们这一大片的地球上呢、啊、有这样的现象啊，这只是呢在全球其中的一角而已哟、哦、更多的地方还是在缺水中啊，没水没粮食啊，如何活下去啊，看着总是呢很担心啊。这人生由不得自己，他们生在穷困的国度里，医报政报在那里，一生的穷苦，再加上啊这种天灾气象不调，对于他们呢是雪上加霜，苦啊，真苦哦！啊，这种天所不调的，让地上有灾，可是呢，人为的。现在的欧洲的国家呢，开始难民太多了啦，很多的国家都觉得呢无法承受，所以就关关卡卡在封锁中啊。希腊要冲过了马其顿。都已经呢堵住了啦，所以马其顿呢总是现在的难民囤积很多在那里。马其顿在过去呢就是萨尔维亚的啦，实际人呐、啊、已经呢是第七天了、哦、在那里发放。慈济人带给的不只是物资，但是巧合的是在马其顿的关卡封闭起来了，能过关的呢人士是少数啦，所以每一天啊几百几百份的，那一个个的比量他的身材，那全套的御寒的就给了他们，好像父母疼惜儿女一样的那样的抚慰的疼惜。那么也看到了跟了这一群孩子呢互动，教育他们呢如何父爱，教他们呢如何排队，如何的礼貌、哦、这都是人间菩萨还用心付出啦。昨天跟他们呢在互动视讯看到了慈济人啊，那就是啊，围绕在一起啊，问因会忝无？因拢讲袂哦，真欢喜哦。虽然困难重重啊，可是大家呢，软实力的关关难过，关关过啊。他们很开心地跟我说，他说最开心就是呢已经得到了当地呢发给他们的这 NGO 的准许卡，那他们都可以呢在那里这一张卡
就是得在身上，你这么的可以去做救济的工作，进出自如。爱的能量呢，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的地方啊。昨天跟我说，似乎不是十一个国家，是十二个国家。那因为多了一位医师，彼得医师，他是从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而来的啦，他是总机师的朋友。I think they need probably courage and support to that they can believe that they can build some meaningful life in a different country, which is very far away from their home country. So they can feel in order to, we should try to make them feel welcome. 还有呢？波士尼亚的职工都在那里，他们总是每天想经历那个难民营的，那就跟困难的人而互动，还有的新的来啊，旧的出去啊，他们都是在那里呢互动的。那他们本来就是一起十天可以做完，但是呢，到昨天的跟我说才1000多件呢，发放出去。后面的呢，昨天呢，我们都在互动着哈，要如何继续下去？因为本来是以10天啊，不过他们还是规划呢，还会继续的。轮流的，而且呢，以工代赈的来协助哈，他们总是呢，有很妥当的规划，在当地的人呐、已经看见呐，爱的能量，当地人负责难民营的人呐、本来态度都不是很友善。那这几天跟慈济人看的，真正的已经改变了，他跟慈济人呐、打成一片，就是很友善，同时呢，对难民呢也是很柔软友善的对待，所以我们诚之情谊啦，人间祥兆哦。只要我们真正的很诚恳的付出，也可以呢，这广化国度哈，大家人都在不同的国家来，那可以在那里呢，也化度不少人呐、还有交织饮食啊，那人间富足哈，那希望人人打开心门，都是富有爱的心啊，来面对的苦难众生，这是很重要。还有耶诞也是很多啦，难民，那济会呢，请长期在照顾的、关怀的，他们来他的家哈，来。过一个呢，这种亲亲的桂林赶快呐，也让他们呢来心得分享哦。像这一位女士，她的先生是3年前呢逃难的过程中呢，白内障非常的严重啊，一直祈求，一直求医，但是求医无门呐。好在呢，慈济人请医师呢来帮助他，把他的白内障开好了。还有另外一位叙利亚的孩子呢，当他要出生的时候，刚好呢叙利亚在轰炸，那医师心慌啊，所以拉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脚扭断了。他们的逃难呢、一直为这个孩子的这一只脚
要怎么办呢？慈济人呐、啊，接案呐、啊，就请他们当地的这医师的也是难民，我们呢就请他帮这个孩子。现在这个孩子呢，有医师帮助他，他笑了，笑得这么的可爱呀、啊。长大呢，他也不会残疾哦。啊，这多事呢，很感动，因为呢，人间有菩萨，才能呢，拔除众生的苦难。这多事，我们呢，要很感恩呐、啊，这种菩萨的爱哦。